是秀芬，那我来普荣开脊椎手术，在开刀前我是有很多的担忧，就是想说麻醉的问题啊，还有这个伤口啊，还有开刀的过程顺不顺利。之前就先帮我喂教，然后大概让我知道状况这样子，那心里就有比较放心一点。那当然也会担心这个麻醉如果太少的话，太早醒过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，然后如果又太多会不会就醒不过来了，这一些自己的想象。可是当我进入开刀房开刀的时候，一切都还蛮顺利的，那就按照医生讲的开刀的时间，那我就出来，然后整个过程我也很自然的就醒过来，然后就发现就已经开好刀了，我已经在恢复室，感觉都还蛮 OK 的，那也伤口也没有我自己想象的这么痛，就是这样子。不管上班再怎么累怎么忙，只要病人进来手术室，我就会全力守护他的安全。看到病人健康的出院，我觉得我的累与付出都是值得的。